巧克力卖了2年了也没卖了，我得想个办法，把那巧克力全卖给二狗子。阿明，哎，给我拿份巧克力。好嘞。多少钱？10块。刚好10块，给。真有钱，我要是把它全买了，我不是发财了。胖娘，哎，这巧克力太好吃了，还有没有？就这一盘了。那我全要吧。这次10块一块可不卖了啊，最后一盘了。这次是1块50，50就50，一共多少钱？还有9块，50一块，5950加个零，500。5950吗？500就500，来给你500，走了。发财了！胖爷，好像谁在叫我？难道我听错了？咦，我发财了！哎，怎么有6个呢？胖丫，我是刚才听见有人叫我，干嘛？你这儿有没有七星龙珠啊？七星龙珠呀，有呀。不是这个，就是里面有小星星的那个，集齐7个可以许愿的那个。哦，你说七星龙珠啊？有啊。你看是不是这个？啊？我的龙珠怎么只剩1颗了？嘿嘿嘿，胖丫，反正你这龙珠也剩1颗了，不如你把这颗给我吧。给你？那这个比心？我是说来钱，2块。可是胖丫，我只有1块钱了，我这1块钱还买圆珠笔呢。你看，我这儿有6颗了，哎，我就差1颗就集齐了，你就卖给我吧。哎，你也有6颗龙珠啊？那我的6颗龙珠到底去哪儿了？你没看到了吗？胖丫，哟，你吓我一跳，怎么了？这条烟给我退了。怎么了？烟有问题吗？我在你这儿750买条烟，是别人打开过的。不可能，你是来找茬的吧？我找什么茬？你就不说你的烟有问题？你看这都打开过，你看尤其是这一盒，看烟呢，这里面怎么装的都是钱呀？你发什么呆？我问你，我的烟呢？不好意思，我重新给你换一条。这还差不多，算你识相。不好意思，打开的烟也卖给我，这回就算了，下回可不能这样啊。哦，对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来，对不起了，送个棒棒糖给你。这还差不多，啊？现在这种好人真不多喽。哎，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这烟里边有钱呢？胖丫。这西瓜棒棒糖咋卖呢？2.5一个，中了。5毛钱2个行不行？5毛钱2个不行，没那么卖过。下路，收他。哦，5毛钱2个没卖过，那行吧，那我拿2个吧。我把钱给你了啊。行，放那吧，没看我打游戏呢。那我再拿一个啊。我把钱给你了啊。哎，你给我多少钱呀？1块啊。2个泡泡糖怎么给1块呀？再找你5毛。早上和晚上就不要开门了，就中午开吧，看你打游戏忙的。什么早上晚上的，耽误我打游戏，买个东西真啰嗦。连跪88把了，你说二狗子就买2个泡泡糖，他为什么那么磨叽呢？咦，谁掉了这么多好吃的？猴王丹，臭干子，施肥，咦，还有1块钱。哎，二狗子，你干啥呢？没干啥呀，我就是看我鞋带开了没有。我东西掉地上了，你帮我捡一下吧。啊，好吧，给。谢谢你帮我捡起来。这样吧，你要猜对我谜语，我给你奖励。嘿嘿，这个我在行，快说。听好了啊，
孔雀烧屏打一王者荣耀里边的一个英雄。这么简单，关羽嘛。那为什么叫关羽呢？那孔雀把羽毛烧住不就是关羽吗？嘿，还真拿不住你啊，我奖励你一袋十枚吧。这都小儿科。那再猜一个，还是王者荣耀里边的英雄，脖子上长翅膀。哎呀，这个还真把我难住，脖子上长翅膀。哦，雷震子。哎呦，王者荣耀里边有雷震子吗？雷震子是吃鸡里边的，脖子里长翅膀是项羽。哦，脖子，哎，还真是啊。那你再出一道，这回我肯定能回答对。那我最后给你出一题啊，答对了我奖励你，答不对滚蛋。出题。听好了啊，千里守约他弟弟。啊？千里守约他弟弟叫什么？滚蛋。好嘞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谁要知道，打到评论区。二狗子这个蠢货。我还没吃呢，这也不能吃了。胖娘啊，给我拿个煎饼包。好嘞，煎饼呢？大饼，真好，我饿了。哎，不能吃，不能吃。怎么了？小气，就块大饼嘛。哎呀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没有煎饼包了，给个新生的。嗯，行行行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多少钱？算了算了，我今天请你喝了。那是，哦，谢谢啊。走了。二狗子这是咋了？以后估计来不了了。这两天发了几个段子，说我自己长得帅，评论区里老是有一些没有自知之明的人说我脸皮厚。哼。不要总是为自己长得丑而找借口。要是你上厕所便秘，你还怪地球人有内容？还有人说我脾气不好，评论区只要说我胖或者不帅的，我就怼，往死里怼。在这里，我郑重的告诉你们，怼你们是为了你们好。如果我瘦成一道闪电，亮瞎你们的双眼，谁来负这个责任？哈哈哈哈！我就是。星期八啊，星期八，要烦死了，雪糕，哦，雪糕呀，哪来那么多名字，把我整蒙了都。一块，涨价了？早涨了。那给我退了。怎么了？钱不够？我就有气毛，不用。回来回来，气毛也没事儿。刚刚好。哎，朋友，你帮我拿一下，我先去厕所。大的小的，我可给他看好了呀。嗯，我的雪糕呢？坏了，明明是你吃了，你还不承认。我好心帮你看雪糕，你还冤枉我。哎，走吧。行，你真行。你别给我拼命的，他是不是冤枉我？你没看到我吃了吗？